你太臭了，你去那边。我，你去那边，往后退，再退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玩吧。我给你揉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别动。 好看。哎，闫宁，你鞋带开了，我给你系上。不如给他擦汗吧。闫宁，嗯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有啊。节目有规定，禁止嘉宾私下见面。 说好帮我的吗？涵哥，那个，千姐来电话了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嗯。燕宁，怎么了？来来来，怎么了？出事儿了。不知道是谁拍了你和童雨欣的照片，说你和他发生矛盾，还把他推倒在地。现在说网上都在传，说你霸凌同门师妹，都上热搜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 来了好多同雨欣的粉丝，你们快走！哎，走走。你要是想说谢谢什么的，那就太见外了，用不着。 谁要感谢你啊？我是想说，太臭了。要不你上去处理一下，可以吗？ 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去沙发上坐会儿啊！不行，你太臭了，你去那边。我，你去那边，往后退，退，再退，别动啊！我，我。 拿着。刚才谢谢啊。有什么好谢的？沙发都不让坐。我能让你进来就不错了。 收拾好了就走吧。行，那你早点休息。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同学，同学，走走走，那个，同学。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跟闫宁是否真的关系不和？各位，那些留言都是假的。那张照片是我摔倒之后闫宁师姐好心扶我起来，不是把我推倒。我的腿伤也跟她没有关系，我们情同姐妹，今后也会好好相处的。你说对吗，闫宁师姐？谢谢。我可不是帮你，是沈执周求我来帮你澄清，我才勉强答应的。 沈执周，之前我想参加完美心动，他死活不同意。现在为了你，他竟然让我去当飞行嘉宾，还让我参加下一个节目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他这么重视你？是不是私下送礼了？
我们是朋友。朋友？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彭老师，这是我们严宁的隐私，你就不用问了吧。我才不感兴趣呢，温秋。你。执中啊，你有天赋，天生是做导演的料子，你以后的成就一定会比爸爸高的。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，再受伤害。我有我的判断，严宁他不会像是……行了，别跟我提那个人。可他毕竟是我妈。是，他是你妈，但是他抛弃了你，背叛了我。你记住，绝对不能在圈子里找女朋友，无论她是谁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也在这儿吗？这里感觉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谢谢你啊，童雨欣和我说了你帮我的事情，我们还是朋友吧。年年，对不起。你确实应该跟我说对不起。金曲奖那天我可恨死你了，我喜欢了你十年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想通了，你不喜欢我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因此觉得亏欠或者是尴尬。我们忘掉过去吧，做回彼此最坦诚的朋友。那我先敬你吧，好朋友。加油啊，你不要忘记我们五年前说过的话，我呢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，你要成为最厉害的导演。我会一直守护你，一直守护我们的梦想。